这么好康的代志，以这个孙悟空呢，那也不爱来娶这查某鬼，就是吼、哦，三好呢，要加一好，四好。你如果也唔知好歹，硬要有代志，我就将你拍入十八层地狱。地府呢，未使离开身躯啦，连洗身躯、放屎都未当啊提落来。日本人吼占领咱台湾了呢，就要求咱台湾人爱讲日本话，穿和服，住日本厝，放弃了咱台湾的民间的信用来改信因日本神。真济庙呢，拢将庙的神尊呢，拢啊藏起来，以免吼去日本警察敲掉呢，啊破坏去啊。啊，民国34年共和了呢，日本人前脚走，国民党后脚就来啊。阿嬷呢，就将藏在地牢内面的大圣爷。都重新啊请出来拜，并且呢规段啊祭祀，开始呢予庄内人问事啊。阿嬷年纪吼越来越大，啊问事的工课呢都交代予大伯来做。啊，我有时间呢买来斗三工。我会记吼五年前的中秋节问事啦，生意呢特别好，大家都唔去烤肉食迄个月饼，啊拢走来问事。大伯呢伊就打电话啊，叫我来斗三工。啊，有一个阿祖妈呢带因囝来啦，因老母的面相呢比臭豆腐都较臭。伊也未办事进前呢，这对母仔囝呢就已经来遮等啦。然后呢，大伯看手机的时间啦，啊都真早。大伯就讲啦吼，时间都未到，伊先来外口吼食一支薰啦。啊，阮大伯呢，一天爱剥三包的长寿薰啦。阮大伯即个起足久的，大圣爷一直拢无起起降价。啊，我嘛对伊着急起来，突然间呢，敢若袂输去哦，迄个百亿台的电就共款哦，电到吼我起起叫，原来我去大圣爷呢掠机啊。大圣爷一降价，大圣爷就讲啦，敢有茶米茶好啉？啊！这倒头呢，马上添一杯茶米茶来孝敬咱大圣爷。茶米茶呢，一啉完，大圣爷马上就交代：今日挂号单内面呢，有一张足紧急的，要马上先来处理。叫陈志明来，迄对母仔囝呢，马上就去往教育内面啊。阿祖妈在上前要开嘴讲话的时阵呢，大圣爷就先讲啊：恁后生是毋是一个暗时？日头一落山，人就开始无爽快啊！挂命呢，都愈严重。对，大圣爷就是像你讲的安尼，伊只要一到暗时呢，就开始吼难叫疼。暗时的时阵呢，都较严重啊，啊都吼疼到死死昏昏去，送去定心病院啦。急诊检查完，医生嘛讲啊，无安怎啦，就是看安怎的，救护车这边赶快送来定心，来来回回几啊届啦。大圣爷就讲啦。恁囝呢，唔呐吼，冲煞到一个查某鬼啦。这查某鬼呢，但每暗时拢来甲伊勾勾缠。恁囝是不是吼，透早起来就会无神安尼？阿祖妈就讲吼，大圣爷，你真厉害，你哪会知影？大圣爷就讲吼，这马上爱处理哦。如果无处理啊，七天了，你来帮你后生买棺材啦，帮我摕7000剑来，我甲笔好传来。大圣爷就用剑挂喙子。这回呢，就留在碗里面，要用笔问花画一张灵字符，交代阿祖妈讲吼，这符呢未使离开身躯啦，连洗身躯、放屎都未当啊提落来。为什么别人卖厝、卖车、卖保险，敢若亲像去吃卤肉饭，轻轻松松，订单签袂停，那边无钱，人缘歹，运气差。这时阵你需要招财箱、贵人箱、甲转运箱。招财箱会当催财，连通三界，会当帮你实现你的愿望。招财箱客到客厅，办公桌的财位，会当源源不断帮你招财进宝。贵人箱会当改善你的人际关系，让你贵人呢还应援上座。转运箱伊有相当的灵气啦，嘛有辟邪的作用啦，会当用大吼改变你的磁场，满千免运。任意买3组送一个建盏杯，买5组送2个建盏杯。现在购买5组盘香炉，送您5型开运盘香炉。要购买的朋友，麻烦您加我的 LINE， 我的 LINE 的 ID 是2小 A 57093，两个小 A 57093。喜欢的话，让您通通带回家，等您的电话哦。然后呢，大圣爷就叫志明坐椅仔顶，坐好，爱倒头将护身符呢挂在志明身上。大圣爷呢，一手摕7000件，一手摕
几百个乡呢，都开始把志明的心胸呢，开始啊，施展伊的法术。大圣也就讲啦，从今开始呢，这七天内底，莫外口拍拍走。七天了呢，准备桃枝、柳枝呢，弄一支，倒个韭菜，一对呢白辣椒，胭脂、水粉、银纸、莲花过来吃。到时呢，我要送这查某鬼离开，大圣也就爱工作人员呢，带志明呢先离开啦，先向边啊去啦。阿祖妈，你留来，我有话要甲你讲。大圣也就讲啦，他说恁囝好心心伤这查某鬼呢。是伊吼去查某间遐去掠倒来啦。啊，大圣爷，这我嘛唔知呀，我嘛无清楚啊。安尼，大圣爷，啊，都有啥物要特别注意的吗？回去如果有改善的话，七天了，叫我的话，准备好物件，他较都怪吧。七天了的暗时，因母仔囝就来到阮大伯的娘家，啊，祖妈就对车顶呢，摸几啊箱物件落来啦，准备来拜迄个查某鬼。宫内面的工作人员呢？坐落姜我等时间到，哪知影就伫等待的过程当中呢，开始落雨透风。等雨一停呢，大伯就走入姜内，点三支花开富贵香，合点落去。然后呢，就开始拿手轿拿落去，等待大圣爷降驾。手轿先是倒平正平爱海，然后呢，都变成前后安地海起来，然后呢，海的速度。出愈来愈紧，手脚爱继续地变起来，袂输甲像孙悟空、筋斗云共款，爱变来变去。今看到手脚海这个招牌的动作呢，咱就会当摇着吼，是咱上届烟斗的大圣爷降驾。因为啊，大圣爷伊吼的招牌的动作呢，就是安尼。大圣爷一降驾，就用伊的口舌来讲话，伊就讲吼，摕纸甲笔来，大圣爷就开始画符啊。第一张呢，画井水呢。和所有的工作人员静心，其他的呢，将天库炸一张，啊，都吼，请我的金星呢，斗阵来去办事，啊，这倒头就问啦，啊，敢爱炸刀啊？大圣爷有其他就讲吼，啊，无是爱我的金星呢，去涂骹吗？啊，恁这男烂囡仔，实在有够白目的啦。好啊，时间要到啊，紧传传的出发啦。然后呢，阮就请大圣爷的神尊呢，都炸五宝。啊，都有上个重要的物件，就是花开富贵香。啊，都吼，迄对母仔囝准备遮个生日啦，阮就斗阵来代理一位空地啊面顶，阮就将韭菜、饭，啊，都胭脂水粉、银纸、莲花啊摆摆起哩。然后呢，都点三支的花开富贵香。然后呢，就带志明开始来个遮，要个查某鬼啊，开始好好来个敲代志啊，香啊点落。叫这查某鬼啊来吃，好好甲伊调，好好甲伊讲，叫伊来领这物件，嘛希望呢，借这机会呢，从这个代志呢，下讲了开，放下恩怨离开啦。一碗泡面的时间，就在烧银纸的时阵呢，突然加雷啊风，金纸斧呢对这个雷啊风呢，愈更愈大，愈更愈大，这阵的雷啊风呢，我嘛奇怪，慢慢呢就走去志明遐。特别挖志明的仙骨的时阵呢，突然间就拍一个天雷，将这阵雷啊风呢拍散。到大这时阵呢，大头啊叫查某鬼啊附身，查某鬼就讲吼，我是志明较早的女朋友啦，我甲志明呢是大酒店熟识啦。志明就和我讲要娶我，啊我就将所有的存款600万全部拢给予志明啦。那咱这志明呢，钱体就走未起来。啊！我迄个时阵呢，嘛有志明囡仔，最后呢，我一气之下就吞安眠药啊，自杀啦。大圣爷，你讲这志明该不该死？一死两命，这无天良诶，该不该陪阮母仔囝斗阵行？大圣爷就讲，这桩代志呢，我来做主，我来叫志明娶你做某，用一个新珠牌啊，互你，互你有所归，袂互你做孤魂野鬼。啊，我卖。甲迄个地藏菩萨讲，我嘛会甲地藏菩萨敲啦，互你早一日呢投胎转世，哎，刚好你如果也毋知好歹，硬要有代志，我就将你拍入18层地狱，互你永世不得超生，而且呢冤冤相报，迄吼是无我着收山的啦，母袂煞的啦，你想清楚。查某鬼啊，最后就讲了吼，大圣爷，这话是你讲的。希望呢，你讲话算话，讲煞大头呢，就昏落涂骹，都出啊青屎。啊，咱大圣爷呢，嘛退咖，我就看这金纸呢，
已经烧完啦。我叫大头呢，物件款款的，咱斗阵倒来宫内，倒来宫内无偌久，大圣爷伊就降价，就叫志明，你来，你来，你来。我话要甲伊讲，大圣爷就讲吼，志明地主啊，你日后呢，唔通去我酒店对我占酒家，你爱娶这查某鬼呢来做某，并且呢，爱给伊一个新珠牌啊，叫三顿合拜，这件代志呢就圆满啦。后摆你都安呢，我大圣爷，我就无要来斗三工啊啦。将这钱呢欠起来做善事，有好无歹啦。志明就讲吼，感谢吼，大圣爷你斗三工，这桩代志呢处理煞呢，半年了呢，志明因老母都倒来宫内，伊也大伯讲啦，志明出车祸已经死啊，因为呢，志明答应要娶这查某鬼做某，志明反悔啊。志明讲吼，我一个外人，讲出呢笑死人。爱我娶这查某鬼做某，这么好康的代志，伊这个孙悟空呢，那也无爱来娶这查某鬼。啊，阮大伯呢，听志明因阿母讲煞，就讲吼，这就是吼，三好呢，要加一好，四好。烧万吨金子，不如来点一炷好香。因为烧好香能招来财神跟贵人。古家一定有人会讲啦，我平常时拢照三顿来烧好香啊，为什么无好的代志来发生呢？为什么做啥拢袂顺呢？种牛啊拢会生菜瓜，那是因为你无烧好香，又不是吼清清菜菜点一支香呢，就当催财开运哦。所以呢，也是讲吼运势袂顺啦，健康无好啦，就犯小人啦，也是出入吼无清气的所在呢，就当来点运的。花开富贵香，想要求官升迁、招财招桃花、开运入宅，也可以来点我们的花开富贵香来催旺您的运势。现在呢，一件五包100支，只要1788元。想要购买的朋友，麻烦您加我的 LINE， 两个小 A 570903，两个小 A 570903，让您通通带回家，消灾添福转好运，等您的电话哦。Something that could make sense. They hate when I keep dreaming I'll be famous. But I don't give a fuck, I'ma keep chasing. I got all this potential that's deep inside of me. But they hate when you're successful cause they try to be. They sit